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蟹黄豆腐煲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找闺蜜动手哦。我听说爱吃豆腐的人都很温柔，炒至起沙就可以加入清水了。下入豆腐、豌豆还有切好的蟹柳，来一点水淀粉勾芡一下，嫩滑的豆腐裹着浓郁的汤汁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